上中免日上 APP 一起竞猜下期 MVP， 赢超值福利吧！数据加载完毕，请看关注票数。350票，有这么多人吧？一个人可能代表了几票吧。请看挑战者票数。300角，谢谢。恭喜大老师挑战成功。嗨，这不应该的吗？不是，不，没有，没有，没有，老师太给面了。挑战者挑战成功。是，谢谢。因为梁龙老师是我们这一季这个特别有先锋类的节目的第一位观主，大家一定要给他掌声欢呼。谢谢。这么有开创性的人物，只能我们梁龙老师来胜任了。然后呢，各位可以看见，其实我们戴这些帽子，这些身上的点都是用来干嘛的？用来做中医的，不是？都是用来那个补点的，捕捉的，捕捉的。对，各位到时候真正看我们的节目时候，就能够全方位感悟我们这么一个了不起的新节目，各位期待吧！谢谢各位，谢谢。对战结束，挑战双方请前往一号舱。厉害！感觉舞美真的还行吗？太厉害了！真的吗？我就在一大盘子上。所以说你上当时互动的时候，你是对着屏幕互动的，对不对？嗯，对呀、啊，因为就是职业病嘛，就也没有观众，愣跟人说。让我听见你的欢呼。OK， 原因大家慢慢，让我听见你的欢呼。但最逗的是，我以为哎呀，这次建模也就是我那个舞美的水平，全是小区的楼上。就大张伟出来，我就说过分了。你就在那个小区楼上，至少差100年，对不对？这两个舞美那种太逗了。是，梁龙老师第一次真的就是说，这个唱歌的时候，您的感觉是怎么样？他没法面对观众，然后但是同时又感觉面对的那么多观众，稍微还是有点不适应。对你比如说你还得感觉自己看自己。唯一的一个技巧就是别太照顾屏幕，但是你很容易照顾屏幕，对吧？因为你看着你自己，你稍感觉哎呀好像还不够高，你又故意一下，就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的得适应一下。对，多钱？就因为闯关成功是加200吧，加200，那你不得分瓦力一点？瓦力男儿当自强。我这一天是过来吃瓜烙来的，吃一天瓜烙。哎，可以。哎，那我们最终要挑战的是我们张琪老师，是我们大 boss。嗯。哦，我在里面的演他哥，双胞胎那哥俩。是啊。之前你们不知道我俩身份吗？啊？之前。不是，咱俩不是也今儿？咱俩也不知道对。咱俩今儿才认呢。对，今儿才认的。对。带麦的时候，突然有个女孩说：“知道你俩是谁吗？”我说不知道，他说他是你哥，你是他弟，然后跟我们俩看了一下人物简介，对，才知道我是霸道总裁。我那个刚才跟齐哥已经商量好了，我说这一组合你们谁都不要抢了，因为张琪和张雨绮谁还掰得开我们两个，肯定要 PK 一下了。老肖，你让开点，好像你那个位置没有，没有，正好张雨绮这是雨神嘛，张雨绮这是张雨，他俩在一块就是张雨绮。好，哦，也行。交易大厅已开启，玩家可前往兑换道具卡。什么？道具卡是什么？你再说一次，没听到。交易大厅已开启，玩家可前往兑换道具卡。交易大厅每次只能前往一人，每人限时5分钟，道具卡限量发售，大家要把握好机会哦。你那个，这显瘦呢是吧？这太欺负人了。梁龙老师，你试试，来，这个你。交易大厅在哪？哦，交易大厅在哪？快！交易大厅在哪儿？你们知道吗？交易大厅。有人知道交易大厅吗？交易大厅。找就对了。
叫个人吧，姐。焦一厅，交易大厅，交。什么意思？一会儿投票啊！一会儿可以看到那个女孩，多投票啊，多投票啊！谢谢。已经拉票了是吧？啊，开始拉票了，张雨绮同学。就一个女的出来多投票啊！稍等，一个一个进，已经有人先到了啊！不让我进了，不让进，已经有人进了，能是谁？就刚才那个挤着门缝出去的肖门缝，得改名叫门缝哥。门缝哥，那他以后叫那什么，就是肖小凤儿。对，肖小凤儿，他叫肖凤儿更好，肖凤儿。周一平，就这里。我要交易，我要交易，快点！柱子。第一位玩家萧敬腾已到达交易大厅，其余玩家请在门外等候。又黑衣人，老师好，辛苦了，工作辛苦了，你看。辛苦了。他是要抢吗？不是，是他先进去，他要先选。他有道具，他可能比如说咱们不管谁什么之后什么分特别高吧，他就直接给你换身份，他就变成那种类似的。100，我这100。欢迎光临交易大厅，请挑选你想要兑换的道具卡，报出他的卡号。及你想要的兑换数量。哦，不算卡，复活卡、帮手卡、互换卡。柱子，互换卡是什么功能？你可以口述跟我讲吗？你确认吗？不是啦，我是问你互换卡什么意思啦。请看上面说明。你过来看，你看得懂随便。持有者可以，如果获胜，算了，我不要了。那个画质，我们这是科技节目，怎么可以画质这么差？那个字弄清楚一点。玩家萧敬腾，我来为你解释。不算卡，在单局游戏结束时使用，价值50元力值，数量一张。等一下，不算卡，上面写80，你说50？讲错了，80。啊！哎，你们刚刚去报名了吗？啊，报什么名？就是必须得报名，他排队，他按顺序叫。他说不是只能有一个人进吗？对啊，那他完就一个一个进。哦，一个一个进，但是那个卡是有限的，就得排队嘛。那是按什么？按分数来吗？按什么？不是按你先后到的顺序啊。那谁是第二？我是第二个，我刚刚就是去签字。没有哦，对。什么？不是什么？对呀，被绕进去了。还有一个不算卡，80元力值；复活卡，50元力值，仅限在 X 空间使用。X 空间就是这里啊。帮手卡，80元力值。仅限在光波空间使用。光波空间。互换卡，需要花费你身上所有原力值，数量只有一张，可指定一名玩家进行该游戏 PK。如果获胜，可以与对方互换所有原力值。我买这个。仅限在光波空间使用。我买这个，全部，反正我全部也不多，我全部就100啊。我买这些，这个80，这个80也就快没了，这个50，我买这个。
我买互换卡。交易成功。哎，怎么着？你买了什么小宝？就交易啊，就买卡。买了什么卡呀？我买了那个第一个叫什么？下一位玩家，请进入交易大厅。下一位玩家吗？哎，下一位是啊？你又没钱，你干嘛去？我去看，我就想看看。没钱还不让看看吗？不让看，不让看。我来了，我来了。交易大厅每次只可进入一人，其余玩家请退回门外等候。来吧。我说真的，这个要用抢的。我刚刚在那一刻，我发现，其实我们彼此是在竞争的。是，你时刻都在跟。不是，这游戏一开始就这样的，所以你夸夸给人家。还来。没有。为什么是竞争关系啊？我想要一张复活卡。恭喜玩家交易成功。下一位玩家，请进入交易大厅。哎，你能不能懂点人事啊？这里就这么一个女孩、啊。你让着点，张雨绮。给我没钱呢，是不是点机会啊？对不对啊？我就看看，我又买不起。你现在回来，我多给你50。你们几个一会儿去 PK 不行吗？这就给我了，然后你们一会儿自己个去玩。你来吧，姐。那你跑那么快干嘛呢？我帮你抢。谁呀？我怕别人抢。对，好了，看看这脑子多快，走。我突然后悔了。啊，你非得花点。非得花点。非得花点，真的非得花点。买了什么呀？买了什么？想骗人？不告诉你。我跟你讲，你跟我讲，你跟我讲，我跟你讲，来，不是你先告诉我，原先是几种类？4种。对，那为什么少了一种？你，那可能就是少了吧，就是买断了一种。不，我来了。你真的买断了吗？买断了一种还行，直接断货了。复活卡52张，哎，这看上去很便宜啊。帮手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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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限什么看不懂，这是中文吗？就是帮可以帮助别人是吗？好，走这里。玩家确认交易成功。哎，我没确认，你个傻柱子，我没说确认。系统已宕机，正在重启中，请稍后。来，我要在这听着。就剩我们仨了。对，而且下一个还不是你。为什么？因为是他。你看他多可怜啊，都为了我们牺牲了那么多，难道不应该让他先去吗？没有，你不得让我进去听听吗？对，不行不行。下一位玩家，请进入交易大厅。啊，哦，原来站上来是这个感觉呀、啊！哇哦，哇，好幸福！欢迎光临交易大厅。买不起。啥叫复活卡呀？就是这把输了，然后可以再玩一把，是这意思吗？是的。哦，行，挺好的，真的。玩家确认吗？啊。啊。啊，是确认吗？啊啊。啊，是确认吗？地球人。是。谢谢，交易成功。这太难受了。走吧，不是我跟您说一声，缺什么东西？不行，他还没回来。你要下一个对不对？行，你们都买了，因为我你看他回来了，我就说他回来了嘛。对待前辈还是要尊重一些，我说你要对前辈尊重一些，是不是？你要对待前辈尊重一些。这边我的枪被你卡住了。欢迎光临交易大厅。还有啥？你把所有的钱都……我所有都给了。都给了，买了那三张。我买了三张。然后你就把它买断了。不是，我没有选择。只给了你一个吗？他就是说，他这一个单位就是你给所有的钱，然后所以等于你所有的钱买了那些，买了这个单位。
啊，然后那个单位里面有一张或者两张或者三张。这个单位有三张。哦，一样的。但是它功能就是说，它功能是一致性的。那你买了什么把它买断？我的意思是说，可以交换。哦，可以，我们可以交换。是不是可以交换？对，可以啊。哇，我怎么？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加入这么自然，大老师？哦，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谁先谁后真的没差。那肯定的，我都包圆了。你买什么？包了。他们说那个卡可厉害，可厉害。不是，那只有哪一张？50块来，80块。50块，50块，三张的吧？三张，50块，他说50块还剩三张。对，50块还剩三张。我被肖哥带进去他的世界，然后他刚一顿跟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惊呆了。建立一个游戏规则。哦。啊、是的，是的，是的。姐，你不要再演了，你现在已经是全民公敌了。曹哥，随便你。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我是不是什么？你是不是大 boss？ 你是控制这个游戏的人。包圆了，包圆了，包圆了。所有玩家兑换完毕，请前往光波空间。哇、wow, 还在呢，这活接了怎么这么久啊。欢迎来到全新的游戏关卡光波大战，我和你们的张琪老师等你们很久了啊。您肯定是光。是。我是波。我们是本关卡的关主，非常期待这一关哪一个玩家会赢得惊喜原力值。你们将分成三组进行1v1对战，最终根据击中对方的球数排名分别获得120、90、60的原力值奖励。然后呢，接下来我跟你们的张教头给你们演示一下。对啊，梁教头承让。好，各位老师坐着去吧，没事。哦，你们要先演示哈。先演示啊。梁龙老师，这衣服还要还的是吧？吊牌都没摘啊。我不，我问了，不用摘，没事。各位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示范的细节啊。哇酷啊，怎么发波啊？没看明白。哈斗是一项全球的 AR 科技运动，玩家通过佩戴腕带传感器和 AR 头戴装置进行对战。玩家向前挥动手臂发射光波球，瞄准对方生命值进行攻击，四格生命值全部击碎即可获得一分。但那个盾牌怎么弄啊？玩家向上挥动手臂即可启动护盾，躲在护盾后发起攻击也是一种稳妥的策略。哇，好帅啊。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好帅。就预料里面应该是很震撼的。我也觉得就是整个会过来的。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还蛮酷的。我们小时候经常玩一些那种格斗游戏啊，然后一些发一些波啊什么的。第一次真的在这里真的去实现它，然后你是看得到的。哎呀，蛮帅的，天哪。梁老师喜欢打的是空气，不是对手。对对对，空气。哇塞，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尴尬呀。哇，好棒，好像咱也不用教都会了。对。哎，我先来，我要玩，我觉得特别好玩。先分队，两人一组。来，谁想来，咱们可以先玩玩，试试感受一下。没事儿，玩着玩着就都会了。能使用卡吗？能啊，就这波。游戏中也可以。你得问柱子了，这我就不知道了。咱们现在就找一个你第一个像要 PK 的对手，就等于就这意思。这反正我第一个，我先出战。我先出战，谁跟我师姐吧？我来吧，我跟你打啊！来啊，谁怕你啊？来啊！我要对秦香贤。行，秦香贤 ，OK。我们俩在这待着，谁也不动，就在这儿这么着，看谁能熬死谁。对，开始了，女生队开始了啊！来，开始了。哦，梦不要动，年轻人不要这么活泼。你看，越动越不行吧？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哎呦，张雨绮赢了。加油，阿梦！啊！加油！我厉害呀！我全在跑哎！哎，蝴蝶结，蝴蝶结，现在蝴蝶结。太强了吧！哇，张雨绮就是猛发呀！哇，人家发一个波，他发六个波。哦。好多闪。好累了，赢了，好累啊，好累啊！我这个游戏，累死我了。怎么会这么累啊？对呀、啊，你俩跑动太多了，就看你俩一直是这样，这么跑啊，这么跑去、啊。我就，感觉我一直在跑。开始的第一下盾跟波是一起出吗？不是，是 你手往上，它只是出盾，你这样才是出，这样才是出波。对呀、啊，对呀、啊。波波战真的玩不明白，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玩游戏会玩游戏的人，万一还拿反，对着他打。哎呀！秦霄贤，不要动啊！姐，我知道了。你也不爱动啊？我们是不是鼓励鼓励他俩是体能最好的一组，应该。你干嘛轻视我们两个啊？我们俩体能哪儿不好？哪儿都不好。好吗？好好。两人，你看，先来一个那个叫板。小老弟，你嚣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那就放马过来啊！怎么没事点玩什么偶像剧啊？这俩人在拍戏，在拍戏啊！等一下，干嘛呢？小老弟，小老弟，就感觉又台湾又东北。哇，好准！哎呦，大波！哇，好准！哇，好准！哇，也太准！揍他，揍他，揍他！而且小伙那门，我这老铁门。哦，因为他门特别会，他特别会算那个门。对，时间点出的好。啊！小鬼这枪法，那个节奏、啊，鬼门掌握的好，非常好。哎呦呦呦呦呦！还可以趴地，哎呦，这个精彩哟、哦，太了不起了，肖老师。KO 了 ，KO 了，刚刚 KO 厉害。哈哈，肖范儿，肖范儿，我爱你。哇可以啊！直接打中了，直接打中！哇塞！哎呦呦呦呦呦呦！哎，他俩都是打波，为什么？势均力敌啊！但是小鬼开场开得好，这才是高阶玩家。大老哥，小老弟让你。这小老弟真的，我只能说他有我的影子，有前途，有前途。我觉得我就是元音大陆的游戏王者。哎，小老弟，大老哥，大老哥还行。哎呀，我感觉老年组可以。哎呀，加油，加油！你们也可以不动手动嘴。来。咱俩商量好了啊，怎么加？我们俩一共六个点，加五个盾，好不好？然后咱们就一直加五个盾，来盾加五个盾、啊，每个人五个盾。OK。然后呢，剩下随机。好，咱们加五个盾，咱俩说好了啊，能不动就不动啊，能不动就不动，只运不动，好吗？就是运动啊，来哦。不是你俩有本事就搁那就一个定点互相挥，看谁能先把谁杀死。我看一眼，你是五个盾吗？五个盾，行。哇，咱俩一模一样，鸡贼了，还得看一眼，就怕别人。你不阴我、啊？熬死你！我们先盖房啊！先盖房啊！嗯。游戏开始了吗？哎，我蹲呢。等会儿，讨厌！我的房呢？没有，游戏还没开始呢。他怎么那么多盾？哎，等会儿，
等会儿，哎，我先盖。我的房呢？哎，不，我的盾，我盾呢？好，我盖了一个。再等会儿，他没了，他下班了。又盖一个。他在这等着，他在这等。哎，你看看，今天遛弯太开心了，跟逛商场似的，打不着。哎，你看看，打不着，打不着。哎呀，没了，他就没盾了。总共只有5次。波，开波，打波。那你只能跑了。你上大老师当了。哈，你不不打吗？你不不打吗？嘿，嘿。争取0-0啊！好，啊，哇，争取0-0，大哥，绝了，真的0-0 ，overtime， 加什么时啊？啊，还有加时，来个墙，来个墙，哎呦，哎呦，来俩墙，来，哎呦，你不搭关门吗？哎呦，来吧，我又信你的了，真的，我为什么要这么信你呢？不用，你不用信我的，你没墙啊。男儿当自强，你得有强。哎呀，哇！哇塞！完了完了！你们完事儿了？完了，咱们就是建了一堆墙嘛。你上大老师当了。我再也不相信他了，老秦零分，就他磕我，磕得我服服帖帖的，我是真的没想到啊，真的，太伤感了。广播大战，小鬼王林凯获胜，接下来开启道具卡比赛，拥有帮手卡的玩家。可以进行一轮附加赛，本轮得分可与上一轮累积。哎，我这卡片呢？这一局就可以用是吧？340，来，还有多少？都买了，先一样来一张。你们有卡吗？我有，帮手卡。肖哥，你没卡吗？我有卡呀，这一轮呢？是这一轮吗？这一轮播光播什么？你那是只能在这儿用的吧？嗯。不是，那你没得用啊？就是我觉得老师刚刚一直都说是被大老师给坑了。大老师，你不得表示一下吗？支持。如果你能玩，我把这张卡要送给你。我把这张卡要送给你。行。对吧？我觉得你得有这种志气，你就玩，输了你就算我的，赢了就算你的，好吧？我就今天我就把话放这儿，我就无限度撑秦霄贤今天晚上给我赢一次，你就使劲给我耗，你给我造，我跟你讲，就给我上，我就在这儿挺你。行，来加油！我使用道具卡，选一个队友来帮我，我选肖哥。我吗？对。来吧，我也用大老师。大老师来续盾，来续。真的吗？好好打，好好打，对吧？咱俩也商量商量，咱俩呢也别都点盾，你觉得呢？他们不是全盾吗？刚开始走位，然后趁他们盾都没了，我们再发盾，然后我再发盾，我发盾完之后，你就一直你就发波就好了，行吗？行，就这么定。对了哈，行。受死的骆驼比马大，受死吧，来吧。
哇塞，一下把四个都打掉。不、哦，门了门了，我有门。来个门！哎呀，来个门！来门呢？来门啊！门呢？来门！开门大吉！来个门！哦 ，OK OK OK， 好，还要门呢？好帅！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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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怎么这么多门？来个门啊！走你。好，走位走位，好。今天你是我的门。好，好，好，好。你来个护吧，来个护。哎，没护了，没护了。哎呦，他们粉队那怎么那么精打呀？嚯，嗨。哦，哦，哦，哦呦呦，有个机会，喷 ，no， 厉害厉害厉害了，喷，5-2，我的天，小子，今天的冠军诞生了，是我们的小鬼加120分，亚军是老肖加90分啊。那么现在季军就是老秦，老秦，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投资，所以我觉得你也人家应该是挣到分儿，你不能一点都不挣，就是两一半一半呗。啊，可以，好，那就这样吧，那就算与其投资成功啊，投资成功了啊，两个季军并列130分 ，OK 吧？好 ，OK， 好 ，OK。我真的，我也没招啊。好 ，OK， 完美的结局。我要知道大家的分数，我要知道大家的分数。对，我有一个互换卡，你有通风卡。哎，对，你还有卡没用，你要用掉。你别偷我的，不偷你偷谁的？他也不缺心眼儿，他肯定偷你的呀，他偷30干嘛呀？你有卡，你有你，那你好，你好，你是互换卡，互换卡呀，自己读一下，自己读一下，我自己读，跟我换什么？有很多人穷不帮穷谁照样，是不是啊？自己读一下，看看自己读一下。持有者可以游戏结束后指定一名玩家进行该游戏的 PK， 该游戏得 PK， 还得 PK， 还有 PK， 赶快去穿装备吧，赶快去穿装备吧，哇，你赢了，你赢了。如果你赢的话，你获得他所有的分，我不觉得大老师一定会输啊。你也可以投降啊，你也可以投降，直接给我呗。投降，投降输一半。哎，我投什么降？我头疼，来吧。大老师不要太认真。我没有认真，我都不懂怎么玩，我只会建门。大老师还是开始认真了。好，等一下，等，我看错一下，还不对哈。我跟你说，他每次都看着特别不认真。胜负心很重的。嗯，大老师，注意安全啊！什么意思？跟我对话，老感觉跟中老年对话一样，不要这样跟我说话。我也要注意安全啊。嗯，你要注意保命是真的啊。对。哦哟！帅气！哇！老肖只有不停的跑，他只能不停的跑。建门呢？建门呢？又！哇！出界了！你在哪儿呢？不是，是谁呀？哦！你赶紧的吧，你别玩了！哎呦！大老师建门！建门！完了！3-0！我门呢？你等会儿，我要进门，我要进门，等会儿我，等会儿我，等会儿我，我去，等会儿啊，等会儿啊。跟墙角进了个门。来吧，打呀！大门呐！我赢了，怎么？没有门了。
你还打了我两个。什么？你拿走我200多分，我打你俩还不行吗？这人怎么这样啊？太不知足了。我非常不喜欢这是光波球那一趴啊！我一直是跟大家说不要争不要抢，我们就好好的玩。然后就是我，大老师让我问你，你下一次还会这么对他吗？我会这样对所有人。大老师的210分，可以。大老，没事，我还有90呢，可以。好嘞，各位辛苦了，应该的，这一关就结束了。行了，大家继续新大冒险吧，拜拜，下次见。咱下次见，拜拜。这是我们的关底，关底。对。请所有玩家前往 X 空间。跟我一起进入元音大陆，探索美丽，畅享全球品质好物，中免日上全球购，随时随地人人购。肖哥，你现在是最高的了，也没多少，才210而已。哎，下一个是又玩什么游戏啊？不知道啊，来看看吧。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四关，翻翻乐。翻翻乐是这样的翻翻乐吗？小时候是不是？大柱，来吧。玩家在15秒内记忆地面上的乐器图案。翻转后5秒内，需要站到相应的图案上，站位错误即淘汰。什么意思？我没懂。他会出好多字儿，然后呢？我们要干嘛？要记住这些字儿的位置在哪儿。然后呢？然后他到时候会出现一个字，然后你就到那个位置上面。啊！留到最后的玩家将获得120元励志奖励。哇！120，120，我要认真了。这一轮的分值很高，如果拿了第一就会很容易翻盘，所以我要加油。120分还是得抢一抢，我想要去尝试抢到 MVP。我先试一下吧。进入试玩环节，来先玩一个试试。闯关开始。什么玩意？琵琶。小风琴。吉他。什么？懵了，我已经。手风琴。哇，大哥，都过1年了。对吧？是。我没走错吧？需要在翻转后5秒内走到指定位置。OK。翻转后5秒内，我懂了。我也懂了。我们其实每个人集个乐器。也可以，咱们只看一个乐器，每个人只看一个乐器，只要说那个，咱们就能起码能一起。可是这是个人赛。开始了。换了，变小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站在这儿啊？我们站在这儿吧，不然的话看不到。咱们就一人找一格，反正记呗。那么开始玩吧，来吧。你记这四个是不是？我记这四个。好，这四个。咱们君子游戏还是啊、哦，君子游戏就是大家一起站在错的地方。玩家请准备，闯关开始。这啥玩意儿啊？定音鼓，然后排箫，然后小提琴，定音鼓，钢琴，排箫，然后箫，二胡，吉他。这个啊，就站这儿，就这个。我也是对的，没毛病。玩家徐梦洁淘汰。为什么？又晚了，我晚了。过来。我也是对的，但是我啊，但是对不太确定，不太确定。我记得是那个。对你的气势比较猛，我就跑过来。徐梦洁，请进入淘汰区。那是淘汰区，那写着呢。好大，淘汰区好大，好有面子呀，让人就是三个字淘汰区那么大。那写着呢，真的是。为什么？
我好像玩游戏一直在输。我还有一张复活卡。不是，哎，你要这么说，你最后咱们一共比如说四把，你最后一把上来不就完了吗？他说只能你当下淘汰了，你把我把自己。当下用 ，OK。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因为淘汰就不是活着了。那我就使用我的复活卡。三二一，叮当！耶，50块钱没白花，可以可以。许梦洁没有被淘汰，谢谢。不客气。哎，越来越小，真的，真的，怎么又变样了？因为咱们站了很多人，这才有难度，就跟那个长椅子一样，这不就是游戏的有趣之处吗？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呀。那我不能站那么远啊！鬼，你还是记那四个哈，我记这四个，什么意思？每个人记一排吗？我就是记这四个，你记这四个，那这么着吧，咱们仨就管这边，好，你们仨管这边，行吗？行。他因为他总有两个方向是一致的，对呀、啊，所以咱们仨管这边，快点吧，来吧，闯关开始。在哪儿呢？哦，丁英国，吉他，丁英国，马头琴。提琴、钢琴，丁英国，马头琴，丁英国，丁英国，丁英国，这丁英国，这丁英国，真的吗？就是这，丁英国吗？真的吗？玩家大张伟。秦霄贤、小鬼、王林凯淘汰。真的吗？真的吗？我就为什么我真的我必须说这句，我再也不信他了。我打扰了阿凡。哎呀，我避避雨吧，是不是有雷劈我呀？我再也不相信你了，真的。我们可以让玛丽废一张最难的。走。我们就是一直哐哐往上玩盾，谁先抬手发波，谁是小宝。哎呦，我又信你的了，真的，我为什么要这么信你呢？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投资，比如说一人30。大张伟，克死我了，今天我没法信他了，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没事，兄弟，咱俩要嘎，兄弟。鬼，你有吗？我没有。你看，这就下玩下去一个呀！啊，你没有卡？我没有复活卡，怎么办呀？我们都还在营业厅办的这卡。小鬼，对不起，我真的以为这是丁英国，他喊得很大声，我就觉得好有底啊。然后那我们使用这个卡了。玩家秦霄贤、大张伟复活。那我离你远点吧，我不配跟你在一起。没事儿，真的吗？哎，再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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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这个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跟你说，还是按那什么片儿记，就是大家分片儿。我记这三个角落，最后外面那三个角落。那边啊？对。玩家准备，闯关开始。小提琴，不说，手风琴、小提琴、吉他、萨克斯、钢琴，琵琶在哪？琵琶，来这里。玩家萧敬腾、张雨绮、徐梦洁淘汰。走了。你看看，兄弟呀，想你了，我这真的是好。相信我一次。我是不是被你骗了？你有复活卡？没有，我没有，我还有一张卡。你是什么卡呀？还有一张不算卡。
不算卡，不算卡，就是不算。哦，太符合你性格了。对吧？再见，就直接再见。好了，那就这样吧。就玩的也不算。不算了，不算了，爱怎么着怎么着。玩家张雨绮是否使用不算卡？是使用。所有玩家复活，重新开始。什么？所有玩家？所有玩家？是的，所有玩家。感谢。感谢雨琦，这一局都不算了呗。感谢雨琦。我自己，所有人。不算卡，价值80元一值，数量一张，作用是本轮不算。那我从性价比来上面说，肯定要选择不算卡了，作用可以捣乱呢。我要不算卡。确认吗？有钱，确认。所有人，别再！刚才你很伟大的，你干嘛非要交这个劲？你就是了不起，你就是了不起，你复活了我们所有人，是吗？感谢你，张雨绮。好吧，那就这样吧。好伟大！我这个人就不禁夸你了，一夸就怂。别争自己啊，格局小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该合体了吧？该合体，该合体。你记四个，我记，你记那四个，我记这四个，不要记错。好好好。那咱现在都记这边了是吧？你们到底怎么记？我就记你。那然后你是你往哪走？往哪走？我也记不住。你的记性好，来来来，快点快点，来吧，认真点。来吧，开始来。闯关开始。丁英武，萨克那个，我是那四个。钢琴。哦，琵琶和吉他，钢琴和琵琶吉他，吉他，吉他，我跟你，啊，哇，我吉他，我真的哇，哇，哎呦喂，小鬼，哦，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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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淘汰淘汰淘汰。玩家张雨绮、徐梦洁淘汰。你还有一张扑克牌吗？没了没了。你以为多少钱呢？天天这么花。闯关开始。哦，琵琶。钢琴。钢琴钢琴琵琶。琴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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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手风琴、吉他、吉他、吉他、手风琴。这儿，哥们儿，这儿，哥们儿，这儿。我们可以让玛丽废一张最难。真的，我为什么要这么信你呢？我们就是往下玩盾。这第一步。真的吗？就是这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这儿，哥们儿，这儿。哥们儿，这儿，哥们儿，完了，玩家秦霄贤淘汰。哎呀，怎么就不上我这黑车呀？我在信他跟不信他这个中间这个边缘来回去徘徊，反复跳跃，最后选择不信他。你这是自动逃，自动放弃。他想陪我们待一会儿，估计。谢谢你。行。我自己来。闯关开始。大师，你不必那么智慧，人生差不多就得了，大智若愚，对不对？大愚若智，我是啊。干嘛那么什么都要赢啊？不要那么胜负欲那么强。就是这样，干嘛？干嘛推我干嘛？推我干嘛？不能推了，不能推了。我赢了。玩家大张伟淘汰。为什么？
对，因为你的脚出去了。我没有。过来吧，宝宝。来吧。哎，你换我200多分，你推我。游戏嘛，游戏嘛，哎。我这个啊，下一次小一点，我把我推出。萧敬腾，你竟让我疼了，真的是，哇，好疼啊！这个人怎么回事？真的我疼了。你把我的人性全都消尽了，你让我疼。不是，我知道你累了，我让你先休息。好吧，好吧。玩家请准备。哎，又是他们俩，哇，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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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之间的较量来了，哇！闯关开始。加油。我是不是可以干扰他们？对，我们先可以干扰他们。这是贝斯还是吉他？这是笛子。现在只有敌人。那是二胡还是板胡？那是竖笛。竖笛了，对。好的，漂亮，肯定有人错了。玩家萧敬腾获胜。叮当当！哇，厉害！强强强强强强强！闯关结束，玩家萧敬腾获得120元力值。我到后面我都没有记不住了，我的脑子都不好使了。萧敬腾，再推我，让我这人记仇好吗？正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够给他一下。哎呀，他是做效果，做效果。我刚刚私底下道歉，他说没事，你尽量玩，你尽量玩，你尽量搞，尽量搞。唐哥强，你不要这样，我给你10块，让你抽100。哦，好兄弟，好兄弟，你看没有？对对对，只要有好处，立马是好朋友。来来来，我给大老师10块，谢谢谢谢，给大老师10块，行了，10块，抽100，抽100。翻翻乐关卡结束，所有玩家请前往1号舱复盘。复盘吧。1号舱，走了，速速 ，Let's go。走啦。其实这边玩就是唱歌啦。哇，你这么多分，320。如果是这样的话，萧敬腾就变成 MVP 了嘛？这一集的 MVP 他肯定稳了，是吧？ MVP 这就200多分是我的，我能不能来个屁啊？我连个屁都没有吗？我 MVP 让我 MVP， 你屁，我是屁。但是只有100分以上的人才能有资格唱歌啊。对呀、啊，能徐梦洁，你跟徐梦洁，你们俩没有，现在目前没有资格去要唱歌了。那我们就找那个谁呗，张琪哥打官底了。对，来吧。各位玩家，你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所有游戏关卡，还剩下一个音乐关卡需要挑战。我这里还有一些读取到的《步步的盲盒》里的记忆，希望可以帮到你们。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运气也是一种天赋。哎呀，你不是要搞乐队吗？我把我的老伙伴都给你找来了。这能行吗？几个中年摇滚客突然降临在了乐器店，那一刻我感觉他们就像一群胡子拉碴的天使，拯救了我。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他们不想浪费那把琴。晨星校园音乐节，只是我没想到天使的光只存在了那么一瞬。我家里漏水了，等维修师傅来了我就出发。20分钟到。百乐，不好意思啊，我女儿生病了，我这急着去医院呢。百乐，你们还上不上了？但谁会在最后的时刻退缩呢？上。麻烦你给我放一下伴奏。大叔们来不了，上台的时候琴弦也坏了。追逐梦想就是追逐厄运嘛，没关系，就算是放着伴奏打着鼓，我也要把这首歌唱完。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百乐最后一个人在舞台上打鼓，但是我觉得乐队很感染人的一个部分是大家经历过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最后还是选择坚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信念感很难得，只要你愿意去做，愿意去付出，你就不会在乎他有没有回报。那什么意思？现在留给他们一个悬念，就是说那个女孩是谁？本轮音乐关注是张琪，挑战他同样需要消耗100元力值，挑战成功将获得300元力值奖励。哇，300！对啊，我说了我挑战吗？是这个意思吗？那我是不是可以快点去换衣服了？不是，这个不是我有一句话得先说，你得让我把这话说完，好之后咱们再讲啊。各位，通过了我这一关，就成功解锁了今天的盲盒，获得原因碎片了。所以，你们谁想挑战我呢？我。先说报名。张雨绮。张雨绮。都可以吗？是吗？都可以啊，每个人都可以挑战啊，我也可以挑战啊，我再挑战一次，反正我有100块钱。别闹了。张雨绮，张雨绮，只有张雨绮有麦，现在别人没麦，快说自个儿的名字。对，你听不到别人的说话，别人那个声音都是来自于别的空间，不是这里，这里只能听到我张雨绮。我刚才看张雨绮是特别的踊跃，所以，请你准备好你的舞台吧。我准备好了。我准备迎接挑战。玩家张雨绮与观众达成挑战，玩家消耗100元力值，请两位前往链接舱。好的。音乐闯关秀即将开始。我给他别一下吧，不然他往外跑出来。请观众带上 VR 一体机，有请观主布鲁。这首歌是我特别早以前听到摇滚乐的歌之一。我想了这么多年了之后，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唱到这首歌，因为这歌也挺帅的，有热血的劲头的。
AC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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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各种范儿都来了。张琪老师还是厉害，哎呦，我老觉得这个歌应该肖上去跟他对抗，感觉更能、嗯、是吧？我有举手，但我的歌也不 rock。但是这种嗓子来说呀，你跟他能拼。关注布鲁表演结束，如果喜欢布鲁的表演，就请给他投票。雨琦姐一定要赢啊！赢了好多钱啊，300，还是你那张卡好，下回我也钻分儿。你谁赢再多都是纸，没有用啊！我跟你换了。接下来有请挑战者叶悠悠。因为是跟张琪老师 PK 唱功什么的，肯定是比不过专业搞乐队的主唱啊。但是我又不能放弃原力值，必须得拼一把。就只能出奇招了。演出即将开始。叶悠悠，请观众带上 VR 一体机。If I can,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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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Disco， 这是他的招牌 pose。挑战者叶悠悠表演结束。如果喜欢叶悠悠的表演，就请给他投票。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因为你可以用你自己以外的形象去做表演，所以他可以很跳脱自己比较固定的表演模式吧，所以我觉得很好玩的。第一次用动捕的方式去呈现舞台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你除了能唱，你也可以表演，你也可以有跳的，但那个画面还是做得挺漂亮的。投票结束。哎，满分多少啊？400分吧，可能吧。我才390啊！你刚才谁没过啊？急了。你们一个人几票？这能听明白？几票？一个人几票？几票？对啊，一个人几票？你看我，其实这有个份儿。小份儿，您也没有必要这么难为自己。哎，这个很危险的。你说要是钻到这个缝里，突然这个门动了，那也挡不住萧敬腾。萧敬腾跟着门走。有请关主布鲁和挑战者叶悠悠出场。来了来了。Hello Hello Hello， 同学们，大家晚上好。刚才的秀精彩吗？精彩。姐，对，我就是那个前面弹吉他那个帅帅的男孩子，是不是很帅？他就是刚才那个甜甜美美的女孩子，是不是好可爱好可爱？那是错的啊，我们是反着的。哎，你们有投票给我们吗？有。啊，真的是投给我了吗？有。赵老师来说两句。青春靓丽无敌。我是来忽悠票的。我就觉得现在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咱们现在都看到这么科技这么发达的这种过程，然后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期待着点，因为我老玩游戏嘛，游戏里面这种建模什么的实现在这儿了，大家都能看到，特好。主要今天就是那个，我没想到你是一个那个这么青春靓丽的状态，我以为会是一个比较英姿飒爽的那种。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形象，就是好像我们真的人能够沉浸在这个里面，他就是你自己，就是他跟你没有距离，他就是可能这个叶悠悠就是我，然后也可能是你们任何一个人，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挺不一样的感受，对吧？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投票数据加载完毕，来，请看关主票数。啊，那么高啊！哎，350，跟刚才老梁是一样。请看挑战者票数。赢了，张琪赢了。啊，张琪老师很棒的。你这个，哎呀，你这个太不好意思了，太不好意思，这怎么好意思呢？我要接受，你接受。谢谢。这首歌的旋律朗朗上口，很有感染力，就算是第一次听，也会跟着一起摇摆。通过快乐的氛围带动大家一起进入到虚拟的世界里，很符合我想带给大家的感觉。怎么说完整吗？酷，不是你特别的。哎，你，而且我特别懂你是咋，因为你的演出特别难，因为你那，你前面有这个，然后你还要一直做这些动作，其实很难的。你知道吗？我一直要走来走去，从那个场子里面。各位玩家，今天的元婴大陆关卡已全部结束，你们现在可以前往 X 空间中缅日上欧世界解锁盲盒。解锁盲盒。这么气势汹汹的，哇！哦，排行榜。各位玩家，你们已经完成了第一天的关卡挑战，解锁了步步第一个盲盒中的10个碎片。袁立志排名第一名玩家萧敬腾，
获得六枚碎片。祝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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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名玩家张雨绮获得三枚碎片。谢谢福至名归。第三名玩家小鬼王林凯获得一枚碎片。你跌落了神坛。我跌落了，那也是肖劲鹏给我推出去。肖劲鹏是本期 MVP 啊，所以下次你们要抢卡。没有你能钻缝啊，你那缝钻的太厉害了。但是你这个肖凤这个名字已经出去了，江湖人都知道。肖凤。玩家肖劲鹏，你是今日的 MVP， 同时还为参与竞猜的每位观众玩家赢得了320个中免日上福利点。哦，哇！观众玩家可以在中免日上 APP 或小程序搜索“原因大冒险”，一起参与竞猜。领取超多惊喜福利 ！OK， 攒积分了！恭喜恭喜恭喜！各位玩家，在接下来的六天中，还有六个盲盒等待开启，请大家加油！好的，好的，好的，好，加油！大家都是第一次，对于这么创新、这么前卫的节目，大家都是在努力中，然后。我们都要给一些技术啊，一些科技一点时间，希望成果是好的。嗯，希望穿动捕服快一点。我比较期待跟其他虚拟形象有个合作，比如各种不一样的呈现，这个还蛮好玩的，我感觉。像因为我会玩电脑游戏，进入到这种次元里以后，你再去玩游戏，你是整个身临其境的怎么玩，就感觉跟坐着玩的感觉不一样。新鲜，这真新鲜。它有很多好玩的游戏，然后我们还能跟着唱歌，然后我觉得越来越刺激，有更多的期待。这不是一个仅仅是观看而已，在看的过程当中，你们也可以想做你们任何事情，比如说调换空间或者是什么，可以喷火，可以飞啊之类的。飞，可以飞吗？然后我也希望大家只要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什么时候追都不晚啊！不要因为别人觉得你奇怪，就去停止做一个奇怪的人。耶、yeah!。再见 ，OK。人们总想改变世界，到头来被改变的只有自己。你是百乐吗？我看过你演出，觉得你很棒。谢谢。我以前觉得摇滚乐就是要独来独往，酷酷的结束这一切，但没想到温情的蒲公英不知不觉飘到了我的季节。本节目由品质好物轻松买随时随地人人购的中免日上 APP 独家冠名播出，上中免日上 APP 一起竞猜下期 MVP， 赢超值福利吧。 DISCO， 今天我们的闯关任务都将以男女搭档的形式来进行。Yes， 我可以找一个虚拟的女朋友，感觉像相亲节目。行啊，跟她在一块特别有安全感。我们俩一组真的太强，我有多躺平你是不是不知道的。老秦，我们是彻底放弃了吗？这话说的，你为什么不搞个盾？我俩压根不可能，不可能，咱俩就早点拆吧。就是这个人有一点不 OK， 再见。这个男人不可靠，这个怎么回事？恩怨情仇吧，这些东西很是稍纵就会转变。那就凑合凑合过吧。就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是心。有请关注出场。关注来了，这期的关注终于出现了。哇，他手牵手出来的。哇，好甜。哇，好帅，好。
闯荡元音大陆，必备奇遇 VR， 奇遇 VR 陪你一起元音大冒险。本节目 XR 硬件及制作全流程技术由视觉影力官方提供。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五12点抢先开启元音冒险。来爱奇艺随客参与元音大冒险二创活动，就有机会赢丰厚奖金和明星好礼，更多想象空间等你来发现。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元音大冒险同款表情。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看视频就用电视果，电视果6网络盒子上市了，支持下载第三方应用，宅家必备的追剧神器。上微博参与元音大冒险话题讨论，一起闯关冒险吧。上微博回顾名场面，发布你的元音大冒险观后感。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百度 APP 搜索元音大冒险，参与节目话题讨论，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 logo， 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上百度贴吧搜索元音大冒险参与讨论，发现更多有趣信息。打开百度地图搜元音大陆，看音乐元宇宙360度全景，用百度地图海量高清全景随心看，足不出户游遍大美山河。抖音搜林开开夜悠悠，遇见你的 AI 好友。上百度网盘解锁元音大冒险独家花絮，参与讨论，发现更多有趣信息。好看视频轻松有收获，上好看视频圈一下元音大冒险。学外语看世界用网易有道词典 APP， 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和美图秀秀一起探索未来，用影像解锁元音舞台。看湖南娱乐解锁每日快乐，带你串起生活每一刻。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娱乐百度百科，百度输入法，百度贴吧，百度网盘，百度地图，好看视频湖南娱乐 Lofter Soul 美图秀秀，最右智联招聘，美团美食，悠悠跑腿，秒拍 Zucker， 第一视频网易有道，爱豆驴火娱乐，十七智娱，超级星饭团，成果娱乐，小白娱乐，掌上有余，超级艺星网，华语之声影视聚焦，泰日报观众网，茄子悬赏，茄子日报，动图相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